检查妆发。我这个行吗？挺好看的，你看这小卡子多可爱。是吗？啊，哎，要不你戴的呢？哎呀，你别给他打扮了，今天你才是主角呢。对呀，我明天再做主角吧。嗯嗯嗯，我主要是我没做过甜妹，我有点不适应啊。对了，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俩今天的任务，务必要帮助贾权恋爱成功。明白。啊，那贾权本人呢？贾权本人就负责漂亮和可爱。但是锤锤，我有点紧张。哎，别慌，别忘了，我们有超懂你颅内小圈啊，有事上这商量。对啊，咱还有这个。test one two， 我上线了吗？连上了，闭嘴。突然没那么紧张了。那我们贾权恋爱计划现在开始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哇，好帅！本人比照片还帅。确实。哩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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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哩。会说说，不会说闭嘴。没事没事，快坐吧。抱歉，路上有点堵。你是该抱歉，哪能让女孩子等着呀。不用理他，我们也刚到。我简单介绍一下，晶晶，这是贾权，贾权，这是晶晶。我知道，这是给你准备的见面礼。哦，谢谢。悠悠球。悠悠球。哦，悠悠球。好特别哦。妈，悠悠球。谁家好人第一次见面送个球啊？我的少年王啊他。我不明白，哪个女孩能喜欢悠悠球啊？就是了。喜欢。我小时候最喜欢玩悠悠球了。哦哦哦。你喜欢就行。哪个女孩会不喜欢悠悠球呢？对呀对呀。好厉害呀。喜欢，送心坎上了，迫不及待了，收拾呗，吃饭呢。啊，回家再玩啊，多可爱呀。是挺可爱的。啊，我好可爱。听到了听到了，我血压都有点上来了，我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真的吗？哎，听说这家餐厅的下午茶口味还不错，一起尝尝吧。啊，哦，锤锤爱吃提拉米苏，谢谢。特特爱吃拿破仑，谢谢宝贝。这个给你啊。你不吃吗？啊，医生不让我多吃甜的。哦，医生，皮肤科医生，主要是甜的吃多了容易长痘。哦，主要是高血糖。漂亮。我累死累活给你张了对象，你在这自曝高血糖是吧？那也不能骗人嘛。什么叫？我觉得也是。嗯，啊，快！一会儿你们自己圆，我不说话。他就是有些幽默，没有高血糖，没有啊，有也没事儿。其实高血糖可以通过饮食来调节，如果贾权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他做健康餐。那多不好意思呀。不用不好意思，健康餐老难吃。闭嘴闭嘴闭嘴。不是，我吃过，真的难吃啊。妈，用你吃啊，嫌你了。那谁吃都难吃。其实没那么难吃。忘秀了，没在圈里。
了，他也喝多了啊。对，不是。嗯，你平时周末都喜欢做什么呀？啊，我平时喜欢说到平时，不如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愉快的游戏吧。为什么呀？别管了，啊，我们来玩一个谁是真正看对眼儿。对啊，我快就这。哦，好的。不是说啊，两两一组，坚持对视十秒钟。我说开始就开始，开始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就剩咱们俩了。哦，是。I like it, ooh, ooh. 十秒钟应该结束了吧？当然结束，下一个游戏。啊，太快了，锤锤，咱们节奏稍微慢一点。哦，可以可以。下一个游戏节奏非常之慢也，我们来玩真心话大冒险。那我们就从男生先开始。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呢？真心话。可以。这样，那我们就先问一些简单和基础的问题。嗯，请问你喜不喜欢他呀？我答不上来，答不上来就大冒险。好，大冒险是吧？那这样，你冒个险，你告诉我你喜不喜欢他呀？哲学，哲学，哲学。我。哎呀，锤锤，你别逗他了！你要这么问我，我也不好意思嘛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还没在一起呢，就开始心疼啦？哎，不是锤锤，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知道我不是这。要带的，我以为男孩都喜欢长头发的女孩，所以我谁说的？我就喜欢短头发呀！你之前不就是短头发吗？啊啊啊！
我高中毕业照。是我们的高中毕业照。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。我去买个单，我去跟他 A 一下。不是你俩这但是哪个是你啊？我好像有点啊。这个是我黑皮球。是我。没认出来吧？你变化确实蛮大的。还好你没变啊。 I like it.你等我一下，我说啥？我说啥？我说啥？不会说闭嘴。说话。说什么呀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其实从刚刚就一直都能看见呀。怎么可能？只有了解我的人才能进入这个世界。我知道，可是。我了解你很多年了。什么情况？等会儿，他俩的小圈怎么变成粉色了？哎呀！